们比一般人还单纯，我们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，好像自己也被疗愈了。来，大家，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来了。大家好，小同学好。加入的我自己，我是吴立文，这孩子都很认真，好啊，我也是认真在做东西。这样哦，全家要不要加一点东西？要加什么？真的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跟你说？阿毛认真想要照顾家己的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没有。这个附件。再来。体育双主要是让他们可以伸展肌肉，和让他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对。他们多数提早老化，时间珍贵。这是他的玩具，这是他的叫轮椅律动机。他在害羞了。害羞哦。每一个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认真。那这里的老师们也都很辛苦，好，每一位老师都很有耐心，啊，不只是耐心，还有爱心，有他们的陪伴，这里的小朋友都很幸福。没有，觉得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家人，在照顾他们，服务他们，对，我都觉得他们是天使一样，因为其实看到他们，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内心会有一些改变，嗯，我们就会差很多。他们可能实际年龄已经五六十岁，但事实上他们像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一样。啊，这些孩子从出生就面对一辈子的艰辛，啊，是一辈子都需要被照顾的。有一个安全的空间，哦，有关心他们的人，哦，跟他们一起认真的生活着，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啊，早上来干。他们会叫你哥哥或姐姐，虽然他们的年龄比你大，对，但其实他们没有恶意，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你们就是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。小李在哪里？当你了解他们的时候，发现陪伴他们其实是蛮快乐的，而且有时候其实他们给我们的回馈，一个笑容，是一个动作，我们就会觉得哇，很辛苦，当然是辛苦，但是付出之后得到一些回馈，就会觉得很感动。啊，我们玉华的床是哪一张？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他一定爱红色。叫我娘，叫我娘，叫我娘。哦，你孙哪话哦？叫我娘。你那个奖，那个得奖哦。这些孩子，他永远就是很可爱，永远保持在最纯真的样子。感谢育成社福基金会，每年背负超过69万人次庞大的服务量，陪伴无数家庭，跨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障碍。他们不一样，但跟我们一样认真，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。不一样的认真，育成社会福利基金会。